十多年的光景，物是劫匪，过去那种年少不知事、可以任性妄为的日子再也没有了。这大辽又要变天了，这一切我一定会夺回来。不要让我恨你一辈子。在江山社稷面前，儿女情长实在是太小。大辽是契丹人的。够了。 如果你想去，我就支持你。无论何人要害燕燕，我都不会姑息。什么？而且，我没有想到你竟然想杀我。你们怨声鼎沸，只蝇营狗苟于眼前的利益。大辽的天下，由不得他们来做主。他就是要杀我，找死一群后患。你以为你抢到了皇位，就不会有横死的下场吗？ 我也想回去，可你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萧炎了。主上将摄政大权交予朕，朕必须担起这个责任。我只想在有生之年解去大辽和南朝之间的争端。无论接下来你想做什么，我都会全力支持。我们与幽州共存亡。 大辽国泰民安，才是朕的心之所向。今天就让你们知道，这个大辽到底是谁的！杀！功未成，朕便绝不身退。